这些年未得相见，你竟被他们害成了这副模样。我自骊山而来，在此调查谷中之事。我并非有意瞒你，确实有些难处。我同他母亲相识一场，下不去手，这才引你来此。 或是几缕天上垂下的丝线，连它通向何处，是福是祸也不知道，为何都争着往上爬？